辛苦搵嚟自在食是香港人的生活态度。在严苛的防疫政策下，头发可以不剪， facial 可以不做，电影可以不看，但是饭又怎可以不吃呢？外卖 app、 网上超市大行其道，既方便大家吃餐好的，又制造更多工作机会，简直是逆市救星。英文名叫做 Eva 的麦慧娴，人称好医，六年前创办了社企网店好送，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百业萧条，好医不愁没生意，而且规模越做越大，成为逆市奇葩。这位逆流阿姨的故事源于帮婆婆买餸，而家更加似是一所职业培训学校和配对中心，帮轻度弱智人士、过度活跃症患者等等在职场找到一席之地。想了解更多访问内容，记得 click 入去 post 上面的链接啦。